你们在干嘛？我们不喜欢吃菜。对，就是。蔬菜先生，蔬菜先生，你们为什么不要吃菜？念错吗？对喽。而且恶心耶。嗯。又是绿色，又是橙色的，不中毒才怪。还有白色的，不好玩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吧。七根种植法真酷，能种出不同的食物。新加坡是个小红点，没地方可以耕田。新鲜的蔬菜，美味可口。好吃的蔬菜，营养丰富，健康的蔬菜。我们要多吃。